那还有这根线那个，对，offset 这个，然后我们点一下这根线，对，直接抽取这根线就可以了。然后打一下零零啊，设定好零零，打一下勾啊，就 OK 了。哎，那就算是已经完成了这根线。好，那我们先这两根不知道有没有重叠，应该有吧？好。啊，我刚刚那个我反听了前面录的，我发现有些杂音，不知道是我开风扇还是开窗的。我现在就两个都关了啊，因为我刚听了，但是我不想重录，有些部分我录了六七遍了，一直有，因为有些部分的话，我一直弄，然后我才发现问题，然后我又重新再给它搞了。因为每次如果让你们一起在听发现问题的部分，我觉得那这视频那太长了，那真的要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弄最后一个部分。最后一个部分是这样，我们只需要那个三点曲线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反正就是你一开始随便弄就好了，然后对，到时候再看。然后这一条线和点一下，按着 Ctrl 选上这个点，Piece，这边也是选这个点和这条线，Piece。对，然后这样子就算是 OK 了。这个比较，其实这个还比较，这个就比较简单。然后我们弄一个反弧往外的反圆角啊，我们这样弄。然后，诶，然后前面这个让它尽量有点大一点空间，这样子那算是 O。我回去看一下，我要。对，它这个看起来也不会很弯啊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好，这样子算是 OK 了，让我们有了好几个面了，对吧？好，那线稿完成以后，我们点那个什么呢？还是要用 surface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啊，很不好意思。然后选择这个 boundary surface 这个啊，大家之前没有上过 surface 这课，那这样子吧，顺便在这里试一下用，对吧？第一个面，第二个面，啊不是 boundary，不好意思，那一个 loft 才对，因为 boundary 它是你补面用的比较多，loft。然后在第二个，哎，你看到这时候，然后再选择第三个，然后再打一下勾。哦，我看一下啊，must be closed to be open。哦，OK，哦，好吧，有个地方没关上，那我估计就刚刚那个，我估计是这个地方，Ctrl 加八，没有，因为这边一个蓝色的，我一直觉得怪怪的，我估计是这里。等一下啊、哦、，diagnose，好，把 accept 打勾，好，那这个 OK 以后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应该是真的是这里，然后这两个点啊、哦，反正就是这个点跟这个点，对吧？Fix 应该是不会移动的，我们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 fix 给删掉，fix 这个功能其实真的不怎么好啊，对，这样子两个都粘上了，应该是 OK 了这一次，再来一遍看一下，哎呀，真的是上面是问题真的特别特别多，还是弯路比较简单。啊，可以了，你看这次就可以了。那它反正就显示了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给打勾一下。好，那你们就看到了，哎，我们这个外形算是画出来这个弧嘴，对吧？那画一个弧嘴是不是很痛苦？比起那个画，就比起别的软件，是的，这是事实，真的真的痛苦很多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我们往内，对，往内，然后这个只要三啊。三的厚度，你们也懂为什么了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往内收，是不是这个弧度就出来了？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会一开始画个面，然后把这个厚度给加出来呢？这个我后面这个怎么讲呢？因为是这样子的，我之前其实我这个视频这部分我 retake 了差不多六遍，因为到这里的时候它这边变嘛，对吧？它不会说啊，可以这样子给你们演示一遍。我画啊，我退步回去，对吧？你看到？我先还原一步啊，就一步啊，你看到这时候是这个面对吧？我这个 solid body 只有一个对吧？我把它先隐藏掉，
然后呢Finken 对吧，我还是一样照这个面然后打勾，你会看到就是说它不对耶，如果这样子是对对对，这样没有问题啊，反过来，方向错，方向错。如果我们在外面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方向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是这个方向，对吧？哦，好吧，这次又没问题了，因为有时候是啊，然后这里的时候你看啊，对对对，然后这里你看它是斜的，对吧？我没说错吧？那斜的话，你在一个曲面上面去定位非常难定位。如果你说我这条到这里它是一个平的，对吧？平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做什么布尔加减什么，所以会很好处理。但这个它不是，所以说，而且你在这个斜面上面，我还在边上再延伸一个平面。那我这个斜面的一个厚度，如果从很这边到还有看着我所谓这边拉的时候，它一定不是三，那这边是三。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这个画法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好像有点复杂，但是希望你们能听得懂。对，好像有点复杂，但的确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啊。就是说你们画的就是说它一个我们从拉出来那个边嘛，就在外围这块再拉出来的时候它不是同一个厚度，是这样子一个问题啊。然后这时候你们也懂得我想画什么，对，我们回来 Finken， 其实有很多时候画这个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就可以了，反正就是三啊，这个 Finken 我们这样子画然后就 OK 了，其实这个厚度我们也有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时候呢我们要那个怎么，我们这时候就需要那个把这个边给剪一下啊，我们选择回去一个 front view， 我们选择一个那个什么呢，对， front， OK， 反过来，对，这一次我们一样把它剪掉啊，你们想怎么剪你们也懂的，我点一下 sketch， 那这一次反正就整个哎，点太快了，因为真的我是不是该考虑换一台电脑了？哎，好，那个这个已经sketch 已经出来，然后点一下这个 front， 有时候电脑太卡，真的很难确定我在哪一个步骤。好，那一个这样子 offset curves， 对，然后这时候一、二。三，那这里外围一个对吧，然后呢我们这样子三啊，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剪那才能保证外面是三嘛，对吧？记得为什么要三吧，那这时候其实是五也可以啊，我还是这个也要，这个也要，好，那这样子 OK，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有了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，对，很这样子把它剪掉，诶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捕捉一下啊，反正就是一条横线，我们这样子把它保证它是啊，这样子保证它是水平的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时候把这两条线对，那个 collinear 对，这样子平行了，就是说反正就重叠，然后剪掉多余的线，我们先做这一步。哎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，对吧？然后呢这时候我们这样子这个部分我们拉一个块出来，拉一，我们这时候这样子，好，那这个弄完以后对吧，然后呢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抽壳，对，这时候才 shell， 懂吧，一然后二对吧，这里 share， 反正前后都可以，然后三啊，这时候你们就懂了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 OK， 这时候你们就懂为什么我一开始三，对，就是一开始加大尺寸多少你现在抽壳就抽多少，然后这样子通过就是把其实就是在一个东西外面再铺一层，那如果在弯路里面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， Sunrise 里面就非常复杂，这个那我们现在就等待一下它那个抽壳步骤，因为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因为还有那个壶嘴，那壶嘴现在组合在一起了，那你看整个曲率一算，那反正就这个模型有个好处，就是说它能直接 3D 打印都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呢如果你说那个，但每次上这种运算的东西嘛，它会比较rebuild error， 没事，那我们再来一遍这个三，我们就不要两边吧，我们抽一边吧。
然后到时候再回去找里面的这条线，把这个给掏空，我们算是就我们就已经算是完成了。其实就这样子一个情况。如果再不行，还有一个别的办法，就是再导进来，再用布尔胶剪。好，那不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来啊。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没办法啊，就这样子。因为本身画这个就很麻烦，因为你面接面这种画，你一套软件练这么牛逼，说实话也没什么意义，主要是好 bar match results。然后打勾了，对吧？然后 bar match result 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，这两个块我们 insert feature combine， 我们先把这两个块给选了，然后我们选择 common， 对，先把多一起的部分给拿走呗，那就这样子呗，只能这样子做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就看到了，我们这个边已经是有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储存一下。储存了以后，我们这个是也有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一个对这个，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对，把一个文件导进来，对，然后223吧，好吧。然后把多余的 body 给 delete 了，我一样。然后这时候有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多余的东西给先给删掉啊，就把它剪掉，剪掉以后我们再看怎么去修改呗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这样子 ，feed sketch， 对吧？然后选择这条线和这条线，哎，选择一下这条线啊，和这两条，反正我们都要选上。对，这几条我们都有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把它剪掉。哎，看一下能不能删掉。好一条这个，然后这块是，哎呀，没选不上，奇怪，哎，不行吗？好吧，没事，这个把它先放大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子有这样子一根线，我试一下能不能把它一个拉伸啊。不对，减法啊 ，excluding cut， 然后一个 direction， 我们选择这里这条线啊，然后打一下勾，打，果然是要把那条线给剪掉。好，那只能回去，我们把这个给 edit 一下。然后还有这条线，这两个面没有接上，怪不得了。懂了懂了，是这个原因吧？我觉得是。这个因为这两个没有接上，所以刚刚出问题了。我懂了懂了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先不用管，我们先回去。然后这个三那肯定不够，那不够这时候我看一下啊，那我们需要把步骤给往前推一下。这时候也没有显示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肯定是那就直接就是我们开到十吧，干脆就是开到十哦，好像已经破灭了，对吧？十也不行，那我们这样子，真的很抱歉，很抱歉，让你们看那么久，然后没搞出来啊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吧，干脆就把这个面，我们先呢，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的话，那只能这样子，fill surface， 这时候我们往前退一下，然后对这个。把这个给 fill surface， 然后再来 fill surface， 再 fill 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两块我们都选上。它自动生成一个，其实不是想要这个，还要把另外把这个给隐藏一下。那起码上下两个面我们有了，那 boundary surface 呗，那就。
啊，不行，那还要在这个面上面再画一遍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说，好，那我们一样，在这上面画个面吧。画这个面以后，然后 reference plane， 画完一个，然后再选择这个点。好，那打一下勾，打一下勾以后 sketch， Ctrl 加8，其实也不太需要啊。然后那个 offset。把这两条选上，选择零啊，那这样子一个外围我们也是有了。那这时候打退出草图啊，那这个草图我们有的时候，那 surface fill surface 啊，然后打勾。好，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完整的面粘上去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这样子，我本来想一个比较简单方法，看来是不行。那 came surface 就是说我们把这三个面给补上啊，就是说结合啊 ，create solid， 我们就把它变成实体啊。好 ，create solid 以后，那你会看到，哎，这里有两个实体，对吧？对的，这里就会有两个实体。那这时候我们把它组合呗。是那个 insert， 然后那个，哎呀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子麻烦？就是，但是也行吧，啊，我自圆其说，那就说啊，你们可以多认识一下不同的功能。好，然后这两个我们选择 add， 两个加在一起打勾。好，那这时候 thinking 这些都没意义了，说实话啊，这些我们都不要，把这些多余的给删掉一下啊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个是另外一块一个实体嘛，对吧？那另外一块实体我们先不管它啊，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啊，不也不能不管它啊。那这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哦 ，sketch 那个 insert feature， 然后呢选一个 common， 对，这次就真的选 common 了。那 surface 几乎就这么用，其实你们现在已经看到了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这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实体了，对吧？有了这个实体，那我们就开始说要在这里上面抽个壳，先 shape， 先那个 shell 的时候，我们这样子选择3，这次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我觉得。需要点时间，我们等一等。哎，奇怪了 ，It's failed to complete one submit。哦，难道要我们 combine 以后，难道在前面吗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个实体给关掉啊，因为对，然后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两个 shell 给一起，好，3。应该可以吧，照理来说的话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弧嘴这一块，因为像这种复杂的，有时候就很难找问题在哪了。嗯，先等一等，嗯。哦，还是不行是吗？那我们这样子把这个不要了，就一个。也不行是吗？那我们再导一遍吧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再导一遍3，然后这一次把这个勾上吧 ，shell outward， 就是说它会怎么说？outward 就是说在外围，就我本身我在这，它会在外围那一块抽壳，而不是说在我现在默认肯定这一块能往内嘛，我们试一下往外可以吧？试一下往外吧，往外可以我们就往外呗，啊，只能这样子做了。好，往外以后，然后看一下 O 不 OK， 我们就这样子。哎，往外可以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这么，你看，就是说在外围这块，那反正这样子能做行，我们就继续吧。哎呦，真的是好累哦，这作业视频作业是好累，而且还是这种，
主要是我自己没练习过了，我的错，我的错。然后你看到在外围那就不一样，那行吧，我们继续啊。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们还是一样要这个草图还是重新再弄，反正刚刚那个保留也没用，也得重新画这样子。那一个我们这样子 offset 也是一样 offset， 然后选上这两条线，对吧？那还是这次我们给个五，然后啊上面这根也要选上，哎，不好意思选错线了，那这样子，对，然后这样子 OK 以后，然后把这一个 plane 还是一样给隐藏掉吧，不然对看到真的很麻烦啊。然后把这个线给画好，再剪掉。对，然后这样子剪掉，打一下勾，然后推出一下草图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抽壳了，所以可以很放心的直接把这块给拿出来啊，你们懂得我意思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不要 match results， 这样子反过来放反方向啊，这样子拉就可以了。那其实这块面我们算是有了，是不是很心累这样子做一次啊？对，反正就对，总比做不出来好。反正有时候我试过有一次画一个吸尘器，画了我两个星期啊。我一开始试过，对，好，那个 come on come by， 然后出 out 这个，哎呀，总谢天谢地，总算做出来做出来了。好，那个我们继续，那一个，这样子，然后这块我们导个小圆角吧，可以吧？导个圆角啊，这块其实没有山那么厚了，只是说你们到时候反正可以自己再进行一个调整啊。这里设定时啊，我电脑真的很卡。0.5 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这块也是给个0.5吧。对，一吧，还是，行，就这样吧，好了，这样子我们壶嘴算是完成了，哎，好，这样子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储存一下，然后把这个给可以关掉了 ，updating 啊，然后我们这一块现在这个的话就先这个是什么文件我看一下，先不管它啊 ，don't save 啊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才是正版嘛，因为我刚刚我外面又拷贝了好几个乱比较乱啊文件，对，所以就我把它拖进再来吧。对，然后我们 close 它，我们先不用管它。好，那个文件还是很正常，对吧？那这几个是什么东西？好 ，exclude cut 啊，好，这几个都很正常，对吧？我们本身的这个文件，然后这时候把这个壶嘴文件啊拖进来，然后对 ，yes， 然后这时候看吧，反正还是一样，把它挪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啊，因为这次没有那个基准面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了。好，这样总算是搞定，打一下勾。啊，打叉吧哈。好，这个壶嘴画完了，总算是。那这个，然后这时候这个壶嘴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了？好，当然先把它储存了，对吧 ？Save all rebuild and save document 呗，我们就这样子 rebuild 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时候这个文件也算是做完了，对吧？哎，你看到，哎。算是还是 OK 了啊，反正就是大概贴合啊。然后这个等会我们再剪掉，可以吧？我们等会再把这个画面给剪了，就把这个壶嘴前面这块给削了啊。然后这个口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口，这个让我隐藏看一下。这个口我看一下 solid body， 它是哪一块的？这个那应该是第一个咯，对，可能第一个。
这个口的话，这个你们就自己开吧，反正拿这个线不难拿，就是拿里面的这个面，然后一往里面一塞就可以了啊。那我就啊，或者等会再弄吧，我弄也行啊，反正我等会那个。好，那这样子先到这里，先 review 储存完以后，储存完以后，那我们就把我看一下啊，然后，把上面的这个球啊，还有那个这个口也给开一下吧。壶嘴里面，里面没得看呢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有一个好哦，这样子一个小小对吧？哦，还要再往内一点对吧？那行，我这个壶嘴可能有不太像啊，但还是可以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们就让我重新开机一下，然后我就那个继续，然后我就把这两个就先画完，画完以后最后这个步骤也给把它画，那我们就算是一个完成，好吧？嗯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画哪个部分了。我刚刚在找的时候嘛，还是一样这个题目，然后往下找，原来是可以看一看这个小开口和就可以看原来里面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还是看到，反正里面是没有完全贴边的开啊，反正这个粘上去也是一个，就是顶多是下面盛水这块啊，就盛个水这样子一个功能，但是不是完全贴。那我们先开一下这个口吧，好吧？我们要把哪一块？我们先把这个什么，先从这个是 top， 不是 top， front， 对吧？我们是在 front view， Ctrl 加8啊，两个，那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一样，那个 offset， 对吧？反正就是取它那个结构线，你们也懂的。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。取完这个结构线先啊，然后3还是2，好，那就2吧，这样子。反正这个打这个步骤其实你们都知道，其实会比较简单啊。然后这时候就这样子叫线这样啊，反正保证它是横线就可以了。给它一个小标注，那标注的话那就是我们直接用一个壶嘴对吧？那我们不要，我们就给它一个8吧，可以吧？给它一个8，再把多余的线给剪掉一下，可以。剪掉以后，来，我们去把这个面给剪掉啊，这个就很快的，其实啊，我们剪，然后这次选 up to surface 呗，这个，反方向啊，这次这个方向，点一下，哎，你看到，然后里面的这些吧，就我就不画了，这个反正就优先是外观嘛，哈、啊。对，然后就再下来，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顶给开个口，反正还是一样，跟这边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弄个小缝，对吧？那我这个我就不穿到底了，这个就你们想穿到底或者不穿到底，其实说实话都可以了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怎么讲精细度的问题了，反正就是我就穿个意思啊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反正就是往上看一下，哎，这一边，再来一遍。我也不知道点错什么了，因为我桌子比较小。点一下 top view 啊，希望没什么杂音，这。这个我们选200吧，好吧，200不够高，300。好，那300我们有了以后，对吧？那我们就一个点一下 sketch， 再点一下那个对。然后看一下那个顶部啊，反正就是啊，对，反正也是一个不方不正的一个形嘛，对吧？那我们还是一样这样子 offset curves 对吧？还是这样子抽取这个线对吧？我们还是一样，反正就是哎，继续，反正就是抽取这个线一样的，能省还是能省啊，还是继续省呗。反正基本上，即使工程他们画肯定都是这样子，就是画好一个整体，然后在那个画局部，就是不会说哎呀好烦来着啊。这我慢慢选啊 ，reverse， 然后10不够了，20也不够，50。50啊，看来不行了，看来不能说这样子还原。你看，我在选到80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完全是一个直角了，那肯定是不行了啊。
啊，不过也可以继续啊，我们就还要先选上，然后我们再调吧，也是有办法的，反正就是80、90，啊不是，70，70也不够，60，哦，差不多这么大吧，可以吧？好，那这样子有点抛圆什么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给它倒圆角，是我回去看一下，哦，哇，它这个好大呀，20。看的好大，这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哎，反正就我也没有样板，对吧？60，反正看起来也差不多，那打一下勾，对吧？然后再下来的话就哎 ，OK， 好，这个画完我们再来一遍，对，4、5、6、7，啊，这次只要3。对吧，反正就外围吧，还是外围吧，看起来比较那个，5，对，差不多，行，那就这样子吧，反正就大概一个那个什么，就大概一个那个样子嘛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时候外围内围都有，我们该干嘛？对，还是一样，我说过就是还是用那个方法，所以说这一次是 0.01 啊，就挖条小缝，其实就是好吧，我估计啊，行，再来一遍，再点一下啊，0.01，嗯，不行啊，啊，可能太细了，我没感觉到，这样子，我先全选上，然后全选上以后吧，我就对我再来点那个 offset cuts， 这样子会好一点，哇，这个。录制频段就是一个卡，0.01可以，应该是 OK 的，应该是可以了吧？哦，看来是不行。那这样子没事，我们这样子做呗，那就简单一点啊。嗯，那个这样子的话还是一样吧，用那个方法吧。那干脆这样子吧，我也把。这时候反正就是做不了，那就而且做也麻烦，我们就不要。装这个牛角尖，我们就另寻新的方法。那我就顺便把这个也给剪一剪，可以吧？就顺便把这个东西给剪掉 ，OK 吧？那先这样子，那还是一样 ，Ctrl S 对吧？然后我把这个块给拉一下，然后再怎么样呢？再另存一个，然后就对，对，1、2、3 ，Hello。那我们就这样子，那这边先拉，这边呢我们这样剪掉，然后另外一个到时候再生成那个键，我们把它剪过来，可以吧？反正导一个圆角嘛，没有差，那就没有那个缝呗，干脆就反正就不影响你那个，对吧？然后就这样子过剪辑，剪辑以后，对吧？再往低拉低看一下吧，反正就剪个90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，看一下。好，那剪个90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那我们就那个还是回来这一块啊，我们就这是我平常那个整理清单啊，我反正我文件整理的还是很到位的，对，就这样子把它取代掉，因为我们刚是另存了，所以会刚刚如果我们直接储存会默认是我们另存的文件，所以说我要把它存回来现在，然后这里是 0.5 吧，可以吧，看一下会不会太大或太小啊。我刚看到那个缝也挺大的，反正这东西卖起来就一个贵，但是精度其实也不是很够，说实话。好，那这样子这个剪了90，好吧，应该是 OK 了，那看起来是可以的。那我们继续先储存一下。好，那个剪回来以后，对，我们就需要做几个事情了，那就是那个，对，把这个123这个文件拖进来，对。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几个，一个是这个东西，对吧？首先是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 shell 给取消掉，这个 shell 我们先把它 delete， 那个 delete， 然后看一下它 delete 这个按钮去哪了，我要看一下，哎，
啊，没事，还是这样吧。那把多余的步骤给取消掉，那还是一样。那一个，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部分。哦 ，exclude cut 是吧？好，那个没这里，好，物质不要，对，就这个不要，我们就删掉吧。然后应该这一块到这里应该哦，那个好像不是，这块不是，这块不是。好，那就这里到这，对，都不要。没有 delete 吗？没关系，没有 delete， 我们可以点一下键盘啊 ，delete 键。再下来还有哪两个了？哇，下面两个按钮对吧 ？delete body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点一下那个 sketch 以后，对，我们这时候进行一个拉伸。那拉伸的话，反正就是90，我们选一下90反方向啊。但是不要 merge results， 对，还是那一招啊，布尔加减啊。我们先把布尔加减再说啊。布尔加减 terms， feature combine 对吧？然后 subscribe 1、2减掉，啊不对，我点错了 ，common 才，哎，点错 common 才对 ，common 才对，哦，一口气真没办法把这个视频给录完 ，common 对，我们选择 common 1、2，好，那这个上面这个键我们也有了，然后呢，再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把这个键给剪掉啊。然后这个键简单也是一样 ，feature， 然后 combine 以后 ，subtract， 然后这一块，然后再减这一块，对。slab body， 然后只要留 body one 啊 ，body two 就不留了。你看，可是 slab body， 然后我只要 body one， 那 body two 我就不要了，然后 OK。哎，你看到，其实就这样子，很简单啊，就完成了。close， 然后这时候我们不管它啊，这时候反正就是不管它。诶，这一块怎么回事呢？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两个文件，我们不影响才对的。刚刚问题检查完了，是什么问题？你看到现在东西都在了，是什么问题了？对，就是文件的名字问题。记得如果下次用这招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那个对。把文件的那个名字给重复，像我一直用123的话，那就导致刚刚就重复一直错了，然后找不到本来文件。你们看得到，像这里，现在这里，对，现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看到对，123、1231什么的，那就会有这个问题。那你们到时候导还是要把文件给整理好。当然有一开始第一节课跟你们讲过，就是那个文件的那个分类啊，你们应该会记得的，我觉得对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这时候把这个多余的部分给删掉啊，多余的这个 solid 部分，就是这个就这样子一个问题。所以说把文件名字一改就搞定了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那个对找回去那个部分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不要 delete body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个223的文件给拖进来。Yes。诶，刚刚进来好像是有一个位置是对的。好，这里好像是靠着中心轴那个部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时候打叉吧。然后这时候 save。啊，不对，应该是 save all。我通常呢还会再这样子做一次，怎么样做呢？对。放在桌面，然后再这样子 save as， 再来一个，留个一干嘛呢？对，把这些东西就是完全另存嘛，然后再把啊这个存完以后，我把它关掉，关掉以后，对这些都不要，然后这个我也不要。那这次真的是我头一次那个留文件，我之前真的都是不留的，然后后来问我的人真的有点多了，然后我就留文件这样子。而且现在上 Newos 的话，由于我是没有那个怎么讲，就是文件那个一开始跟你们说那个路径我没有设定，因为我平常的话上 Newos 是辅助用的，那就对导致这样子啊。好，那个我们不说那么多的一个，不说那么多啊。那还有这样，那这里那首先上面圆顶我们算是都 OK 了嘛，这些部件，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对，导一个圆角，
给这些东西都反正就是打个圆角这样子啊，然后导的话反正就是一个一或者一个0.5，0.5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不用太大，打一下勾，然后这里也是，就这几个部件嘛，我就把这些圆的给都导一导吧，可以吧？其实这个它好像啊，它有圆角，这线这么深，那看来这东西的精度其实也说实话也是很有限，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高。好，好，再来导一导。这里突出了应该也是刚刚说的一个问题，就这里你看好像没倒，其实是倒了，肯定是那个文件相冲了。那记得下次比如说啊，记得所有文件都要用英文路径，还是那一句啊。然后这时候再搞定以后，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的双眼画底啊，看一下这块啊，它这块多的我们需要把它给哪一块是多的了，我看一下啊，delete body。行吧，还是把一二三的那块给delete掉吧。也行，然后就对这样子，那这样看好像还是，看一下，刚刚是四个，一，看一下，哎，二，打一下勾吧，还是？再来，反正它重复会默认到这个部分，因为刚刚是模型重叠了，但好像它也没有反应，没事。那就这次呢，这个下面的，然后这次是指，对。那行，把这两个圆角给删掉，反正通常，其实画到这个步骤，你会发现，其实那个这个步骤真的，算是这个步骤其实实用性有限，真的是有限，因为它文件摆位。的时候真的限制比较大，就你挪动了文件的时候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算是一个完成了，对吧？好，那画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这个最后显示这个部分，那一样我会把这个给画出来，然后就结束啊，好吧。这里还有个小圈啊，版本不一样，那一样我就先把这个给画了，可以吧？那就这样子。还是一样，从这个我们就画那个，还是一个前视图啊，还是选择啊，储存一下。前视图啊，我们选择一个前视图以后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次的话，它应该是一样粗吧？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粗，或细一点，我就当做它细一点吧，可以吧？然后这个会粗一点，也就是说这里这样看啊，会粗一点，行，那就可以，我们这样子 sketch。然后点一下这个啊，然后还是一样，对吧？画根中心轴，画这个中心轴以后，我们就画这是一个反正不规则形状，对吧？我们这样子，这里给它一个，对，这个边，给它一个五，反正不要它太出去啊。再下来，我们需要这个三点，对，然后这根线我们给它镜像过去一下，再下来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差不多了吧，一个正圆啊。然后这时候也是一个 tangent， 你们也能看得到。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多出其实对它肯定是定义，因为我把左右已经定义好了，只是说我现在这时候没有定义的是哦。这个粗度对吧？那这样子我就这样把圆心往上啊，不对，圆心往上拉一点。那这个圆心我就设定一下啊，点一下标注圆心，跟下面角，跟上面这条线吧，反正都行，你们都行，你们喜欢哪一条就哪一条啊。然后就让这个突出一点，这样子按跟它一个原本比例比较像啊，看起来啊。然后再下来的时候对吧？我们需要抽取一根线，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一条我们需要这条线，还有这条，其实这时候你在透视部分抽线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反正就是说它系统给你默认。哎呀，这不好选，OK， 然后零，
然后 Ctrl 加8，打一下勾 ，Ctrl 加8。哎，你看到交线其实有了，对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一条线，然后多余的剪掉一样的，然后多余的剪掉，剪掉以后对，那就我们 project 过去，我们打一下勾，然后再进行一个退出草图啊，因为这个线我们已经有了，然后这时候进行一个 project 以后到这个投影上面啊，反正到这个投影 OK， 打一下勾，然后记得。那个对吧，还是一个 3D sketch 对吧，那 3D sketch 那你反正就记得呗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这个用这样子一根线，然后反正就是抽取这根结构线对吧，color and titles， 然后再进行一个拉伸对吧，然后拉伸以后我们需要选一个方向，那方向我们当然是选一个水平方向，那我随便选这条线那就 OK 了呗，这条线不能选嘛，难道不行，反正就再找一条线呗，反正总有一条可以的，那不行再一个面也行啊，哎有点慢，这条线好像不太对，那在 Queen Selection 我们再选另外一条呗，但是拉伸肯定是可以拉伸的对吧，对，不要 match results 还是一样，那 face two 好像也不行，没事，我们再选啊。也不，圆柱总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呀，然后反方向啊，我们要这个方向，然后进行一个五啊，进行一个五。mm 可以，五 mm 应该可以，好，打一下勾，打一下勾以后，来这次的这个圆角，我们就这次导的话，哎，需要用到一个对导角，我们需要一个进行一个别的选择，对，这样子整个，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一个对，需要就是说给它匹配两个不同的圆角啊，这二，那你看到就这边扁，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，那我们。一，我们就慢慢调整调，这里给一个一，这里给个，这里给个五，我看到这个，它这个好像很薄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样来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给一个七吧，七，这里给个五，五肯定不行啊，那给个四啊。就让它突出一点，还是我习惯会这里留点一个就平面，让就工程那边好画点，这就工程那边，因为这个东西对工程那边其实挺重要的，说实话。然后这样子导了这样子一个圆角，哎就不错了。其实你一开始看这个面是不是很难画，其实并不是，你只要找到一个基准面，这些东西都其实都很好画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东西了，对吧？那还是一样，找一个前我们前置基准面，对，拆分两块，然后我们算是就完成了这样子一个东西啊。然后这个就算是结束啊，这个教的非常的糟糕，非常抱歉，然后你们什么的意见可以跟我说一下，这样子啊，反正我都很乐意接受这样子一个情况啊，因为这次真的是对，因为我是真的是一边画一边那个啊，如果你们是说想说啊，我先想好再画，可以，我下次就这么做啊，然后这里啊，反正你看它这个材在边上的也是啊，反正对，然后这个的话我一样给它拿一下一个尺寸吧，可以吧，这个啊，这个快贴边了，那行，我们就从看一下这个圆跟这个圆能不能进行一个 tangent 啊，不是 tangent， 就是那个说看一下啊，或者不用，我选一下这个圆，还有这个线 ，control 不行，没事，那就这样子呗，给它一个。大概这样子一个同心圆啊，给它一个，然后这时候我们给一个长度，这里这时候可以定义一下啊，这个没有关系哦，60，然后这个的话我们给予它一个6.5吧，可以吧，偏一点啊，偏一点以后，然后这个的还有底部的这个，其实应该找到跟它一个同心，但是又不行就算了吧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可以照完那一个啊，那就要选一条线，那我们给它一个2，让它偏高一点吧，可以吧，偏高一点，因为我看它这有点小凸啊，我们就偏高一点，好，那这时候这样子 OK 以后，我们给它一个0.1，
对，0.1是干嘛？你们也懂的，反正就是玩内测啊，打一下勾，打完勾以后，对，进行一个什么了？先推出草图，因为这一次这一个反正就是这个，我们先把隐藏掉吧，这个不剪，对，因为我不想动到它，我只想动这块。那然后呢？这时候我们选择这个草图，草图以后，然后进行一个减法。对，没捡到吗？难道也可以？对，这样子再拉拉啊，然后就 OK 了。我觉得这样捡捡，其实你可以选择说到那个哪一个面停止啊，也可以，反正这个就选择问题嘛。后面没，我原则反正后面没动到就好。然后再下来，这个圆比较大，对吧？我记得是。对吧，它这个圆角比较大，其实挺缝，这个缝挺里面的。然后再下来导一下一个圆角吧，可以给它，哎，这时候我们选择一个正常的圆角就可以了，选一个一啊。你看反正它这个一好像也没那么大，我们还是会去 0.5 吧，就或者 0.2 也可以了，我都行啊，再看你们哪一个顺眼就可以了啊。但玩这个圆角不要玩得太过火啊，有些东西反正就是适可而止啊，不要过于沉醉。有些东西啊，哎，你这个圆角打得再牛逼的时候，对这个你这个外观嘛，除非你所有圆角都非常协调，不然的话对这个外观没有什么帮助啊。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品味了，就好不好看，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啊不讲道理啊。好，那个对，那这样子算是整个 kettle 已经算是完成了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对，这个算是已经完成了。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微信或者给我留言，怎么的都 OK。好，那个，谢谢大家。